简讯还没消除，现在偶尔还会读，心里的感觉不知是否叫苦，伤是否尚未修补，你给我的电子信件也还没删除，以防回忆时想读，或许是自己尝试丢开痛苦，因为已不能弥补，心中的花园已经荒芜，期待有园丁来照顾，除去已死残叶枯，种下新的删除。